快乐。好，我就直接从上面跳下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永盛、强鱼，还有阿全。好，我们在石雨伞，然后我们今天要跳水。可是你这个强鱼可以跳吗？切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已经干了，预备预备。一二三，走。OK。上次来的时候已经是踩到地了，这次退的更多，石头都露出来了，可能没办法了。来到膝盖了，阿全都在着陆了，完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下就照着办。怎么还在走路？你怎么还在走？这魔气上来了。你要走？你要走到哪？钱包是什么？你可以直接出。你不要动！你可以出港了吧？好了，我们等下海上见。拍得到东西吗？拍到，很清楚啊，很清楚，真假的？我们上次来拍的时候。拍那个毕业祝福的话，我们也没有想什么太多的话，我们就是想要讲北上毕业快乐，然后我就直接从上面跳下去。啊？我们第一点吗？第一点吗？第一点吗？我是要这样拿着跳吗？这样视角比较好。这样的话，我这样测的话就拍不到阿全。如果你下面的话，加油！有时候这样伸出来，哇，好臭啊，好臭啊！你会臭？有一点，每次要跳都会臭。我们讲，美善毕业快乐！一二三 ，OK， 没有，一起讲哦。好，一二三，美善毕业快乐！一二三。阿全怎么没跳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那我就这样举着哦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我们讲乐的，直接跳好不好？美善，毕业快乐。好了，一二三，美善，毕业快乐。我们跳完了，跳两次成功了，战机，好，战机，这里，还有战机，还有这里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只有脚而已，都瞎子满足，只有我毫发无伤啊，对，那边只有叫我跳，嗯，太滑了，不会有那个危险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拍？这个不能酝酿太久，这酝酿太久会越久越怕。上去的时候最好是马上就跳，这应该有两层楼高了吧？他们站的那个位置，然后上面的人站的位置应该有三层楼，最好是在那个两层楼那边，因为三层楼那边跳太浅了，会直接炸地板。想要跳水的人可以找时间来石雨伞那边跳，那边还蛮安全的。战机，战机，蛮安全的。翔宇，你怎么那么 chill？
这个又水。很勇敢呢，看起来没有很高哈，其实你站上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，那个加速度真的很恐怖。哈哈哈，领队自己跳的问题。下面一位助跑的，要助跑的，前空翻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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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任务完成。耶！又想干嘛了？又想干嘛了？到底要怎样？还踩得到地哦？是不是还踩得到地？那个石头都露出来了，几层了？双层。还真的被你插到了，有没有？插国旗。